伫选举吼，啊，第四点就是讲美军军事占领吼，相当还阁是进步前还阁是吼，但是第五点就是讲伊即个国务院行政单位吼，爱主动吼来帮助即个原住民诉求吼。好来，啊，即拢是吼。唉，时间无够，吼、哦，即大概看者来，咱最后咱来甲看，台湾民政府到底是伫联合国内底，是毋是有效性？伊诶政见是毋是有效性？吼、哦，诶，那个这个影片吼，等者来，我来讲。即个，咱总理在后边哈，哦，即个伫咱2015年3月28号，哈，诶，3月12号，咱伫即个美国诶，即个记者会，华盛顿 DC， 哦，13号，咱开即个国际记者会，哈，啊，但是伫即个2010年7月4号，哦，华盛顿 DC 设立咨询委员会。这个办公室就是伫遮，1250，吼，1250，吼，遮三片尔，台湾平民政府，安尼应该有看啦吼，哦，台湾平民政府，这是美国伫华盛顿诶特区甲咱设立的，吼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天皇住所吼，来。这个把它点下去哈，麻烦一下，这个联合国承认的 ID， 啊，这嘛咱东心啊，咱一个滚手亲身去到联合国啊，啊，看咱这张 ID 是不是有效无？DC 的记者会哈、哦，那总共有32位，啊、哦，啊这是我们夫人，啊这就是咱的律师哈 ，Charles Ken 哈，啊这在咱总理，啊这个头发较少的，这个应该是我啦哈，作成无，有啦哈，哦，啊这刷来搁伫5月17号哈，伫、哦、这个日本，啊、哦。啊，咱嘛是搁办一个酒会，哈、哦。即个敢若嘛是搁咱总理呢，奇怪，迄总理人要对我哈，哈、啊，嘿嘿，嘛毋知吼，啊、哦，有缘啦吼。好、哦，来，啊，咱即摆来甲看一个 G7， 吼、哦，到底啥叫做 G7？七大工业国领袖会议哈，美英日加德意法哈，这七国家的领袖会议，就是讲联合国内底有194个国家，这七个国家哈代表伊的 GDP， 就是占全球的67%，哈。啊、所以说就是七个国家定义着联合国的缩写，这七个国家内底讲的，他说的算。但是伊呢会的结论了，只要是宣布，隔年联合国里面一定要实施，一定要实施啊、哦，来。这个四个片里底，吼，第82页，吼，台湾女儿到了，这就是台湾人的政府，吼，台政府，吼，啊，伊这个片序里底，吼，就是搁有那秘书长跟那个相片，吼，哦，这拢总有，吼，咱的官网也有，吼，啊，这是无缝接轨。上面有个叫做无缝接轨，
哦，我刚刚直接讲，哈、哦，也是接近尾声了，无缝接轨。他是讲，咱啊，伫这个 ID， 包括咱的切割，咱的旅行证件，哈、哦，切割大哥们，这个旅行证件啊，热爱为以这个 passport 是有分颜色的，哈、哦，地质的国家是红色的，哈、哦，红色，哈、哦，像这红色。但是总统制是民主的国家，是天蓝色的，哦。啊，你啊看，咱体的 ROC 的体制啊，迄是墨绿色。伫海湾人看啊足详细，吼、哦。啊，如果咱这个旅行证件呐落来，吼、哦，咱来比照美国，吼、哦，迄个颜色，啊，你呐。体啊，以海关，你就爱主动爱让起来，吼、哦、啊！话人确实讲，那联合国宣布啊 ，ROC 的这个护照未用一啦，未用一咯，未用一，你即摆若要出关，你会踏到天邦，未当入去，啊，你会搁原机遣返。啊，遣返的这些人，伊会讲，啊无，我来外国国遣看卖。你后世外国绝对无咧做这個，啊，要安怎？一定爱来台湾民政府所属的六个州，啊，无等咱中央办公厅遐来申请。但是迄个时阵的，你申请了后，绝对无可能后世伫遐过，会换啥？哇！台湾民政府人员去底下过，哦，这主动就是无缝接轨。美国嘛，我看到讲会乱，因为伫古巴伊占的时阵是1898年，但是伊两年的时间就互伊独立了。但是古巴内底的迄个民族意识无够，所以讲有卡斯楚，改推翻古巴的民政，所以行去共产国家去，哦，啊，所以讲美国在这方面，它有一个例子，有前车之鉴，所以讲伊知影，伊爱按照这个步骤，一步看行，整个甲台湾遮，哦。布置好，啊嘛有这个军事方面拢布置好啊，咱唔免烦恼讲会惊会乱，哦，一切拢按照美国的官方有关单位甲咱安排，安尼台湾未来拢会过啊足好过，啊咱的地位拢会正常化，吼、哦、啊，今日到我今日讲到这，好，谢谢。